来看到屏东小琉球出现壮观的梭鱼风暴，上千只的梭鱼顺着同方向由海底往上窜，席卷到海面之后再集结成鱼球，而当时正好有教练带着学员在潜水，全程目睹也惊喜万分。其实梭鱼风暴最著名的是在马来西亚的西巴丹岛，没想到现在不用出国，在小琉球也能看得到。潜进海底，景象实在震撼，密密麻麻全是梭鱼，上千只集体从海底往上窜，就像水下龙卷风。梭鱼群同一个方向席卷海面，绕出大型鱼球，上演梭鱼风暴。当然震撼了，然后是从海里面十米左右，然后一直席卷到快接近水面。拍摄时间是这个月25号，小琉球珊瑚海域。当天潜水教练带学员潜水，就在水下10米惊喜巧遇梭鱼群。他们对我们潜水员吐出来的泡泡，因为白天嘛，太阳一照它会亮亮的，所以他会以为那个是食物，所以他会过来绕过来之后去观察那个气泡。数千只梭鱼围着打转，如此景象以马来西亚西巴丹岛最著名。教练说，小琉球海域也曾出现，但过去顶多几百只，这次规模最大，全程大约5到10分钟。看潮水的，那小琉球这边也有这种几率会看到。可以从4月开始，夏天这个季节比较有几率啦。可遇不可求，把握机会拍下，和大家分享这震撼的水下世界。记者苏世伟，屏东报道。